我们为什么要做法会呀、啊？为什么要过中元节？嗯、呃，盂兰盆会节、祭祖节，这个在相关的这个文章和视视频中，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。这个七月十五、啊，农历的这个七月十五，是一个时空场的一个变化。 这个时空场的这个变化呢，它是天和地交汇过程中，一年到七月是一年之中之半嘛，十二个月，六月底结束到七月开始，这是一年之中。那么七月十五又是一月之中，啊，那么所以是到五十三刻，基本上在古代。 他们是利用这个时辰来，呃，开团做法，那是一日之中。这个中，啊、呃，为什么古人特别重视这个中，啊？古人通过这个天人合一的这个智慧，什么叫天人合一的智慧啊？就是他这个研究我们生命。 的轨迹的时候，是把我们人放在和宇宙混成一个整体这样的一个整体观，这样的一个宇宙观中来看到我们生命，寻找生命这个存在的规律性。那么，找到规律，遵守规律。 这个遵守规则，那么可以让我们顺顺利利，这个风生水起，财源广进，这个家庭圆满，事业和谐，啊，那么这个，嗯、呃，这个你做生意啊，顺顺利利，心想事成，啊，你的家庭一切都吉祥。所以你违背规律，违背。 由规律而形成文字的法则，那么你就处处不顺。为什么？你到处都是，比方说你开车出去违背交通规则，闯一个红灯算了，闯两个红灯，警察就开始注意你了；闯三个红灯，后面警车就开始追你了。为什么？你这个家伙肯定是精神不正常吧？对不对？ 那正常人哪有闯一个红灯？肯定是误闯，闯两个还有可能没刹住车。你连续闯三个红灯，那你不是精神病是什么？那违反这个规则太严重了，警察就要马上把你逮住了。为什么？你会伤害到别的生命。不然的话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别人开车，只有你一个人开车，你爱咋开咋开，啊。还有我前两天在这个隧道口啊，这个。 呃，发现十几辆警车包围着一辆车，我一看，这家伙的车头怎么跟我们？我们那是个单行线，再进去是单行线的那个 K P 一的隧道，那家伙竟竟然要从这个口直接逆行进隧道，进去整条路都是逆行的啊！那你说警察不是要把他逮住了？你不让他进去，所有的车撞得稀里哗啦的，这是规规律。 就是大家都靠左行驶，然后这样安全。一个左道，一个右道，你要么靠左行驶，要么靠右行驶。那么我们新加坡的法则定的是靠左行驶，那到中国不一样，你可以靠右行驶啊。但是你中国人即便来到新加坡，你也要遵从新加坡的规则，靠左行驶，你不能靠右行驶。 那么我们新加坡人跑跑到中国去驾车，嗯，你是在新加坡喜欢一致是遵从规则靠左行驶，你到那儿也要变变成靠右行驶吧？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是变则通，通则久，久乃道。是不是一个人不能自己活着啊！我是中国人，我来到你新加坡，当然我靠右行驶了，那你就要被当地的。 这个警察逮住，然后驱逐出境，out 出去。你不要在我们这个这个社会，在这个国家里逞能啊！你是不被欢迎的，你是精神病患者。为什么？你不遵从我们的规则啊？乱！你自己一个人乱，人乱不要紧，你会把整个社会、整个交通搞乱。对。